啊，同学们，今天是这个第十六天，然后我昨天说的没错，我是变强壮了，然后另外一方面，我昨天也说了，要主要的练一下打腿，好吧？那今天计划就很明确，很简单，1000米准备活动，拉长游，然后2组8个50米自由泳腿，每个游到1分钟吧，好不好？先慢一点点。然后呢，1分20秒爆杆。以前自由泳腿1分钟没问题啊，现在我心很虚啊，心很虚。OK， 先搞他个1000米再说。1000米游了，我肚子饿了，休息休息，吃2块牛肉干，打腿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腿呀不得了，我本来还是以为我年轻，过去冲回来也冲，后来发现受不了是吧，所以过去呢缓一会儿，中老年人回来再尽全力，即使是如此，最后5米也是让人换不到气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换不到气。但是还好，正如我昨天所说的一样，恢复能力还是很强的，是吧？你像现在，我不照样走路，啊？你看我有在喘气吗？嗯，一点点嘛，没事的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，其实我感觉还行，明天还可以再加一点量。OK， 就这样。我们公司搞生日会，我在蹭蛋糕吃。你过生日吗？我不过生日，我也不过。其实我是来吃水果的，只不过他有吃蛋糕。你说。又开始无敌。叉子呢？有2个叉子，来，来嘛，来来来来来。今天的西瓜不是冰西瓜，我是不是有点多？但是没关系，这都是水而已。OK， 同学们，我知道，没错，我之前是吃了那么一大盆的火龙果和西瓜了，但是回到家里面对着电脑，你不吃点什么东西，你感觉就空虚，你知道吧？
然后今天我买的是我们那个水果店，新疆什么吊刚性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他让我试一下，哇，吃了就忘不了，同学，超好吃这个东西，就里面是杏仁那个杏，我先咬开一半给你们看一下的结果，一咬它就爆汁，有点像桃子，但是好甜，然后一口一个吃的好干脆，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就是话梅的前身，然后那个人跟我说不是，好好吃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慌。他最后六跟七选择了一下，还是选择给我中了一点点，是吧？七就七，无所谓。我真的感觉我现在已经健壮了很多，真的不是自我安慰。明天打腿继续搞起，我觉得这个打腿非常爽，我很爱打腿，好吧？这种底盘啊在燃烧的感觉非常舒服，好吧？我爱这种感觉，就这样继续干。我现在动力满满，我跟你讲，不得了，同学。